封面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封面新闻记者阿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成都市郫都区站旗村。很好的样子，新时代乡村振兴看四川。今天封面新闻记者将带大家走进站旗村，去看看新村的样子。站旗村位于郫都区的西北部，然后原名叫季风大队，后来这个在条件改革、营救水利当中，我们形成了一面战斗的旗帜，所以说更名为站旗村。生活这一片呢，就是我们今年做这个非农化、非粮化，保粮食安全这个工作，然后进行了这个农田的改造，然后新修了这条沟后，现在呢也就是恢复成我们水稻。和我们的油菜在产业发展方面呢，是也是配套这个修建我们这个天府站旗酒店，来配套我们景区旅游业的一个发展。来到了这个豆瓣印象馆，这个豆瓣的传统制作技艺呢，已经被评选为了国家级的物质文化遗产。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去继续看看。对，我们今天就是带孩子来站旗村来看一下，那这个环境啊，各样面貌啊都很好，感受了这个农村的这个变化是很大的。今天我们来到站旗村这里的话，就想让小朋友来走一走习主席也来过的一个地方，希望我们也能够体会到我们整个的中国的新农村建设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情况。看视频，上封面。